这个包包怎么对？我要开包包哎！你看出来了。I feel so waku waku。其他女人脸上的嫉妒，不论有多重，老娘都背得动。王思佳开箱无垢整形包，自嘲要去普龙宫团拜。看来是因为我的脸无懈可击，所以只好来讲我的博文。那我的掌纹，你要帮我看吗？靠近一点啊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再近一点。熟悉的思佳嘴对味，爆出炸包风波后，王思佳又重出江湖。六月五号在直播开箱包包，对于酸民留言整面刚。这个包包怎么对？我要开包包哎，有没有很紧张？有防尘袋哦，有要看购证吗？没有哎，因为是品牌送我的，没购证怎么办？你看出来了。I feel so waku waku。还有一张这个。要留吗？还是贴在这里？我先说，这种亚克力的包包都不便宜，$965，这是国外品牌啦，不是什么淘宝货，所以你要去淘宝搜图是也没有啦。要背一下吗？会上新闻，我要帮我拍漂亮一点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释迦的果实，开释迦的花。我觉得您这个包有点王思佳，我觉得你非常的抠，你这句话真的太抠了。捡到枪的水果制裁者陈怡开炮，贵族思佳假包事件不到一个月，立刻闪亮复出开直播业配，很酷的视频都不见了，背景也看不到整面酷包包强热，所以说那满坑满谷的酷 Chanel 还没有解释怎么回事啊。房子越换越大间，背景本来就会换，怎么办？我又不像有些人换汤不换药。不好意思，其他女人脸上的嫉妒，不论有多重，老娘都背得动。因为嫉妒我的人心都很黑，所以我的头发就很黑。我就是吃嫉妒长大的啊，我不是吃可爱哦，我吃的是嫉妒。被别人攻击或你成为目标的时候，那表示你是 somebody 啊，比你好的人没有空理你，比你差的人才会一直烦你。就像你回家的路上有一只疯狗子在叫，你会因为它就不回家吗？当然不可能啊，我身边的人都想踩我，谁不想。我老公说他开 YT 聊他会比我红，我妈也说他会比我红，每一个人都想踩我，所以酸民们算什么？看看我的家人，他们都没有放过我。我是很多人心尖上的人，眼中刺，肉中钉。你说这不是爱，什么是爱？这才是真爱。你们这些粉丝们要学一学，他们是如何把我放在心尖上。嗯，晚上不睡觉还要进来看，谢谢啦。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啊。为什么这一盖吗？我这个状况已经不是这一盖，要去普龙宫团拜，有人要跟我一起去吗？